分解不行，换分难。还有两分钟开奖啊，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抽奖了。现在只有16个人参与了我们这轮的办卡抽奖，参与的人他不是很多。谢谢致姗姗来迟的你，谢谢致姗姗来迟的你，难忘的痛。碗搓，碗再搓，平 A 阶中风，居然没中风。A 搓，中风 ，A 接搓，接平 A， 接平 A， 接点烟搓平 A 死了。你一个传送跟我点烟搞兄弟，中风。平 A， 我这么多兵你跟我打 A 戳 A E， 你不靠，差一点点，差一丢丢。先来个皮孩吧，血怒出来了，谢谢木神神嘎风九九落木375，差了一小件。攒个风上线儿，回合游戏呀，炮车经验没吃着，这波别推啊，线放在这里，还有30秒开奖啊，谢谢几分享，一个办卡就参与我们抽奖了，谢谢我心似照明月，燃烧我以我心照明月，光明梦。中风，搓 ，EQ 耳链，闪现，中风，谢谢这风很秀，扣一下一过来平 A， 平 A W EQ 耳链先杀蜘蛛一回来，中风漂亮。搓 E A E A E， 搓 E， 哎呦我，回家。先来个攻速海，再来个攻速。亚索能不能卡追？亚索可以。我搓。第一件出提醒，出什么提醒？出利差。战斗是我的宿命。哈哈哈！搓一刀。A 搓 ，A E，EQ 耳链平 A 一走。A 一走一回来搓一下，一走再搓一回来，中风搓，插个眼儿的，中风。真猥琐，中风，点烟戳 A， 一过来 A 戳 A 一走
平 A 接冻风 W 挡住一吸出耳链吸回来缩你要杀我你可以试试一口耳链拖一下好哎正好没风墙简直了要不然这边把他反杀了真恶心可以小蜘蛛不能E可以E啊E小蜘蛛有啥用啊他上天小蜘蛛就没了咋E啊那还拖E过来平 A 平 A E走接中风 A 拖E走拖一刀E过来平 A 接中风 A E 接大刀 A 拖一过来拖走位平 A 拖 A 一死中风我攻速好快啊中路是谁呀大虫子呀上路塔皮不行宇宙渴望混沌把塔皮吃了然后我们去一趟红 buff 看一眼不能打我们是牙锁大虫子来了能带来真变革这猪去中了中风那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一波了回家了先把绿叉出了有些兄弟说不出绿叉绿叉老猛了我跟你说跑地老快了你就出就完事了跑地嗖嗖的呀老飘逸了你会觉得你一下从一个自行车变成了五菱宏光又从五菱宏光一下变成了一台法拉利飘逸的不行人呢看看厕所带没带没带中风谢谢加冕的两个飞机一出耳链 A 接大招拖平 A 点燃一回来拖一下拖死了飘不飘逸
二法开了。你看我多少攻速，走了，回家了。再来个盾弓，盾弓吧，盾弓。吸血先不涂了，先来个小盾弓。下路怎么回事？人家家卡莎咋就这么猛呢？又是马尔扎哈，我不下碰到五六把马尔扎哈了已经。卡萨丁来杀女儿了，来一 Q 耳链，一过来一 Q 耳链，也一 Q 耳链，这人怎么回事？跑得挺快呀，给我追 ！W 一手搓一下，别急啊，搓一下。这为什么变成我挨干了呀？这不应该杀卡萨丁的吗？咱不说好杀卡萨丁吗？打着打着还 R 五。人没大招，还能打死一个了吗？一个都打不死。盾弓整完，赶紧整那水银饰带。哎，烦死了！八把有马尔扎哈，那压制时间可长了。这三个人全要死，等我到位。一 Q 一过来 ，W 开起来说一刀，一过来 A 接中风。一 Q 出闪平 A 平 A 平 A 一过来中风平 A 平 A 说 A 再 A 再 A 说 A 一 Q 耳电，甭你在那来回给我走位，我戳不中，我有平 A。你跟我打，你想好了吗？你，你跟我打，哟，杀不完！我操！我一打五个，哎呦，这人这个多呀，给我吃了。拆完赶紧回上路，这也还没结束。这女警攻速就慢成这种地步，你要先出无尽呢，你像个鬼似的。你玩女警你先出无尽呢，我看你像无尽。现在还不够那么特别飘逸，我们的一技能还是三级，上高地了，这赶紧走着。有没有红？没有红，上高地吧。
打两个应该没问题。你跟我打，拖一下，不行，这有大，我要死，我不能跟他打了啊。不能打了，不能打了。我仔细的想了一下，还是算了。等一会儿。几个人？不行，这马尔萨哈我也不起，也得起，马尔萨哈可以杀，点燃一 Q， 哎呦我操，怎么回事啊？啊，这怎么回事啊？他们又全区中路了，我们上高地啊。我的装备现在还不足以能在团战支撑打五个人，所以我们赶紧推线，推完线就上高地，赶紧推，然后拖住对面队友，爱打打地吧，咱先不管了。干啥呢？了，拜拜了，推掉了，溜了。选择混沌并不可耻。哎，为什么我会加血？我砍眼儿也加血啊！我杀！来来来来！你盾弓，你盾弓的话，最多最多也就是你打眼一滴血，吸啥血呀？中风。太对呀、啊！这家伙中风，那不能回头啊！快跑，快跑，快跑！溜了，溜了，溜了！他要直接打我，那不行，那不行！你觉得你打得过我吗？你啊？你打得过我吗？你开玩笑呢吗？你个小辅助，和谐不是答案。打个红，等一下 AD 啊，别着急，最后一个风攒一手，中风接大招，耶，不死了。不死能行吗？推中，拖一下，我拖，我再拖，走位，
冲锋拖再说特意。哎，别错了错了错了，快溜快溜快溜，兄弟们溜了溜了溜了，这可打不过啊，这啥技能也没有，石头人死就死吧，我们比较值钱，我们这一千的石头人死就死了，那就不管了啊。这可管不了，这么高拆呀蓝脸汉，这不是全杀了呢？哎呀拆呀蓝脸汉呐，我忘了我这水银能解蜘蛛翼了，我操，哎呀真拆呀。也慢了，我就一直想着我的水银要解马尔萨哈的大招，你知道吗？我就一直想着我水银解他大，我就忘了我们还可以解马尔那个蜘蛛的翼了，我好几回我都给忘了。想着点想着点啊，这脑子记着点啊，记着点记着点啊，我们能解马尔扎哈的，也能解那个蜘蛛的翼，还能解石头人，不解不了石头人，解不了，没了啊，就解这俩蜘蛛的翼，马尔扎哈的大，这两个啊，火箭坠了，谁的火箭？谢谢如意至尊版的大火箭，这咋没显示呢？这火箭打吧，这龙可以打，脑子不够用啊。我很讨厌这水银这件装备，你英雄联盟就这游戏就简单一点呗，真的是简单一点，还得想着这水银。就不能智能一点，这是钓鱼吗？这是大招！哎呦我这兄弟大的漂亮，你给我死，谁把你杀了？秀啊石头人啊，永远的神石头人，我醒了，被你那几嗓子吓醒好几回，你就不能睡？你睡什么？你有什么好睡的？